好的。今年的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我们的机会曝光。我们也没有说现在去哪里，我们要去找两个帅哥，把一台老车改得很像很厉害的感觉。对，他自己就是喜欢开老车的，对，开老车，他有两台。是因为喜欢老车吗？还是因为没钱？所以是喜欢老车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喜欢老车吗？喜欢老车。我跟你说哦，人家买老车啊，买老屋。我们会不会去闪水沟盖啊？我会去闪的，所以那时候刚认识我老婆的时候，就说奇怪，你开车为什么都开不去？晃来晃去。对，就晃了。我就说啊，我要闪水沟盖啊，因为我怕我的铝圈撞凹了。哦，但是现在、现在还好，现在没那么 over 了。因为你现在的车子很高啊。但我好想改低哦，突破了我的盲场了。小星星，我来了，好。是啊，日常，这就是做车子的，其实常常都这样，都是加班，很可怜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都这样，我们都是加班，然后弄这些，然后赚点外快。我带你去吹两凉，是正的还是正的？就跟外面的全家而已啊，靠腰哈。出口这里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对啊，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也绕一圈啊！也绕一圈，等下会看到一对情侣。看到了，我们经过，我们经过。有没到这个是我？耶耶！我们柚子老板他又换了一个车头的车，换一个车头。对，所以他这个车头，这台车本来车头不是长这样。不是不是，这台车是六代旅行车。啊，你把它换成五代的车头，其实国外已经蛮流行这种东西了。换车头真的很小众族群这种东西，而且我发现这车头在台湾目前应该是没有人敢能见度。而且他刚讲了一句话，因为他之前开 Passat、然后他现在换这台原因是因为 Passat 没东西改，他说 Passat 是制服改，不是没东西制服改，不喜欢跟人家一样，所以他就喜欢玩一种这种玩跟别人不一样的车。哦，对啊，他上次他的那个车子贴膜也是没有人这样贴，所以真的就是走在人家前面，很前面，很国人就是国人模仿国人，就没有什么好看。我觉得我想要模仿国外的，而且这种车头件认真说又不是直上的，所以花的心思一定也会比较多。哎，对啊，你是怎么改？换板件，就是，引擎盖、叶子板、前包杆、大灯，水箱架也要换。叶子板这样上，它可以跟车门就是可以，不会低低啊，不会，都那个角度符合的。哦，对，你不用再修。啊，这个是你有事先做过功课说不用修的吗？还是刚好不用修？只是碰巧，因为我感觉我改下这去啊，应该这物件拢是差不多哦，这就是经验谈。对，那我真的没办法，就叫同川修修改改切切就上去了啊。钱能解决的事，都同川用就好了。对，钱能解决一切难事都不是问题，都不是。对啊，真的你那一台旅行车也不是，也是要修修修改改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八一也是 啊，修到那边去啊。反正到最后成品是漂亮的，大家都是。然后你看，他们是直接换代哦。我现在厂内那一台，G12，对，它只是小改前要换成小改后，应该也很麻烦。但超麻烦，它是换小改前换小改后哦，它不是像这样五换六六换，你知道吗？他妈的买了一堆东西耶，那些东西全部都要到原厂，他都买原厂，其实都是要拆下来才安装嘛。对，水箱架啦、车子架啦一大堆，去里里扣扣。全部大灯也是都要换，全部都要换，跟你其实跟你这差不多，但是它是零配件，它全部都买新的。对，我比较穷，真的超，它要杀杀不到。对啊，七系列你要杀到漂亮的杀肉剑不好杀，因为七系列本来新车就少，太细。对，所以你撞到的车又少，而且是G12又很新。
所以找不太到沙漏剑，不是杀不到完整，哎、欸，杀不远，要不然就是撞到车头，对，要不然就是左侧，要不然撞右侧。啊，像那个时候车主自己说啊，他光要杀尾灯，妈他拜托沙漏厂老板拆给他，因为那是完整的屁股，但是他是没尾灯。他妈的他挨了四个多月，最后那个老板才愿意把尾灯卖他。因为正常沙漏厂就是这样，他要么是卖一个车头，或是卖一个屁。然后你把灯拆走了，他其他怎么卖？对，怎么卖？或是你买那个叶子板，他其他也不好卖。OK 啊，卖一个叶子板是整个车头的钱啊，你就不要嘛，没有，你就拿叶子板回去啊。像我这个就是直接买车头，我就整个全部都我都要。这个沙漏好找吗？这个版本的不好找，现在新改就有一堆了。哎，来了。再吃辣，香香的呢，来啊！大家平时啊也会偶尔就是两三个好朋友约出来聊一聊啊，自己车动了什么啊，改了什么，也不一定是说很大型的车距啦，大家就是互相联络一下感情这样子。他跟我说十点，现在几点了？三点了。三点最好没有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 Corolla 界的台柱，他的车改到完全不像 Corolla。全名啦，对，保险杠杆也不会啥的、欸，是吧？笑、哦。不是，那才是车头，对对对对，那个才是车头。不会了，还好 啊。你怎么知道装得上去？国外有人装，干就是国外。对，对啊，你们都就是国外，大家都超国外。但是没有人装过这种，没有意外的话，绝对是全世界第一台。看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要拼独特性啊，你有没有觉得？这个是 Impreza 而已，软砂 1.6 没有增压的。一上 IG 之后，讯息全部改成英文的。全部都是国外的，他们是问你是哪一台的？对，他们通常都是问这个保险杆是哪一台，因为这个看不出来。这种的 Impreza 保险杆在国外不常见，反正这一类型 Corolla A92 通常都是东南亚啦那一类那一边的哦。他们那边比较没有这种车，那你怎么知道这样改得上？邓峰的有办法这样上？你怎么知道？反正就先杀一只来，然后先回来再说。上去马上就会有第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是？叶子板跟轮毂中的交接，因为这个车原本就有爆过。像这种 Impreza 保险杆，它叶子板没有那个规，说它叶子板是起的过去，它要你没有办法衔接出你叶子板的那个规的形状，还要再过接一块其他保险杆的料。干，哎、欸，那这我觉得反而它改这一支前保杆好像比改车头难很多。对啊，这样认真说，这支保杆弄起来，妈，我真的不简单哎、欸。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后叶子板。你看，刮开啊！这对啊，干、哦、干是不是很秋？哇靠，这样也行啊！对啊，为了低而低，干好屌哦！为了能够闪那个轮胎，哇靠！另外一边更多嘛？没有没有，另外一边比较难看的。这个时候不是要拿那种网，像格栅那种网的贴吗？像镂空件的感觉。哦，哎、欸，烤肉网啦。对啊，像烤肉网那种啊，就是那你就可以切得更齐。对啊，很漂亮啊，白铁的啊。啊，就点烤肉网那个几个点。没干的，没卖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就可以说是这个故意外露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样真的就像故意外露，没错。啊，你这是怎样啊？你的把手是怎么了？这个是防保时捷的拉板，知道吗？干妈啦，你气吧，防保时捷拉板，把手断了，没有钱。轻量化都这样。我干，这个可以。这要选配呢。我干好凶哦、喔！这是束带加什么？是束带加电线呢、欸。把手断掉，没有钱修，就只能先这样了、欸。然后跟大家讲说我是防保时捷，哎、欸，这个有创意哎、欸。对，可以哦、喔，这是爆点，这是爆点，这很凶，这很凶，这太凶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嘉兴的车太多故事了。冰霸杯你知道吗？对。嗯、哦，白铁的冰霸杯不是长那样？对 对, 對。然后就对着他的那个排气管看了一下。然后就装上去了。这是不是土炮的一种来法？整台车已经土炮到一个极致了。很小，你看。无聊是不是有过无聊？你看杯子，这是喝水。对，它还这个还有切哦、喔，你看它还切一个形状出来哦、喔，切血口、喔，哇，很凶哦，这独特辣辣霸嘴，辣霸嘴，这藤壶，啊藤壶，啊你们家影杰，啊影杰藤壶的 logo 可以，装了之后声音真的不一样，装了声音真的很不一样，对，是假的，声音会放大，对。要听听看，变得音浪不一样。嗯，对，装不要进去，差深差浅的调整，假的，真的哎，老司机哎，这样子的声音跟
出来一点，跟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，就会一点点而已。所以会依照你喜欢人的声浪去调整冰霸杯的位置。想一想，是不是觉得有点荒谬？跟他荒谬的、啊。好，原厂声浪哦。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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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要扛起来。调整一下。现在原厂。来哦。先。这个来，这个不好听，真的哎，真的不好听，比较厚。他还垫那个轮胎的，哦，它是防，它是要防震吧？是因为它锁紧之后，它会垂下去。对哦，所以这个这是调角度用，这是它垫的，调角度尖叫声不太一样，好扯哦，正差跟斜差不太一样，厉害哦。那会不会有网友真的看一看，然后也去做？对啊，之前不是有很久以前就有人改，刚冰霸杯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了啦。对啊，人生苦短，看对啊，真的啊，干嘛在那边对不对？在那边盯什么？对啊，我看得出来你已经放弃偶像路线了嘛，你看。真的，这些都是自己朋友，对，所以我们轻松一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之前车去那些都不是朋友，也新认识的朋友，第一次见面看避暑，然后客人要穿着比较正式一点。哇，天啊，你都那是你员工吗？好，会计啊，会计，他是你会计？没有，你看带一下镜头，会计好，嘿 ，say hello， 嗨，下一个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他会穿你的制服？没有，我那边。好呀，哦，所以他是你的会计，你的秘书。能干吗？秘书，好臭！你车体当初花20000块，啊，你总 total 改装，你大概花了几本？轮框。哦 ，Siri 有意见。Siri 有意见是不是？说你他妈30几套好吗？他真的换轮框比换衣服还扯。真假的？那一阵子刚开始买车开始改，他的轮框晃到是有可能改到他妈妈认不出来。真的、啊？你说持有大概6年嘛？对。那为什么？6年30几套、欸，这已经不是一般人的。快20，快。可以帮他解释，这种就是类似换马车、欸。要确认。换马？问一下，是这个样子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们要问一下。确认。啊？为什么会6年换了30几套？你是没有选到喜欢的，还是冲动性消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改车这条路就是。懵懵懂懂，哦，对你改了这组框的规格，好像可以再更好，或是说喜新厌旧，说法应该就是这样。在改车这条路上，有没有人带你？有啊，有师傅。师傅让你坑了30几次的框，还是？今天很呛是吧？你修旅车跟在后面真的是，哦，每一个都是原厂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车太低，车比较低，哦，对，车太低。所以你大灯的距离就是你后视镜的，对，所以一打每个人都觉得你在打远灯打，确实痛苦。尤其是 RAV4 跟 CRV， 我那超高的啊 ，CRV 嘿，那很高 ，CRV 对，好闪。那个当然是这只有改气压的懂，跟改那些低底盘的懂，低底盘的懂，硬派也是，对，硬派也是，他之前也硬派啊。啊，这硬派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怎样？就是类似这种高度在开车，就一直都是这样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欸，平常这样开车，欸，你说对啊，你平常这样子，你应该啊没有上下之间随时都听到那种砰，对，砰，对。啊，你上去那个什么卖场之类的，那个角度要靠背大的，没有，那只用冲的，冲的，只用直接卡跨过去，对，假的，你不能有杂念，卡住哦，就是冲就是冲，你不能够顿呆，你一顿呆就掉了，对，他真假的。其实他们之前在玩硬派，反而是那一种去车具的时候。嗯，他们把保险杆撞到掉下来，大家更开心。大家开心啊 ，yes yes。你看哦，今天这部片拍完，他下礼拜又要去验车了。我们是正常验车哦，对，正常验车，所以轮框不用换了吗？要，你看，其实要验都可以验，不要进监理所都没事啊，认真说，对，进去就完了，妈真的要全原厂，干那车超硬的，对对，哦，那轴距要一模一样，哦，对，那个真的就超硬，那一爆了，那真的就完了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要进那个被检举18条？被检举，对啊，检举18条，18条就是验。18条，那是要回监理站去。对啊，那超可怕的。就是你要全部复原。那，啊，如果改宽体怎么办？就再拆啊。拆啊，不然就是你是手工做，你就是把它做回来啊。我之前有遇过一台改宽体的 C300， 它就是手工爆龟哦，它验车到了就这样敲回去，就敲回去，然后那台车就验完之后就不玩了，对，就不玩了。有人也想要去改老车的话，你走过了坑，你跟大家讲，就是千万不要踩到的坑，慎选店家。哦，对，真的要找到每一步都在慎选店家，要找到专修
你这款车的店家，专精这款车的店家。你觉得最先动的地方是哪边？因为老车嘛，它全部东西都建议它对要动的、哦。第一个要动的。也是要看他代修建议的，代修建靠要好。我们假设他已经修好，个性化，对，那应该就是轮框30寸，俗称的百改降为先。像这台车原厂13寸嘛，对，它轮胎到叶子板的高度是5只手指头。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参加 off road 的高度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位车主，来，嗨，柚子哥。你有什么看法？改车我觉得就是量力而为，你看看你手口袋有多少钱去做多少事。哦，对啊，你不要说，欸，我想喜欢这台车，那可能要500万，我就开始去贷款啊，改装都是用刷信用卡什么的。哦，你日后变成就是压力了，压力很大，或者是赚不到改车。哎呀，嗯，就物件就歹讲诶。哇，干好劝世哦。对啊，好像叫大家不要买车，不要改车。也不是啊，量力而为。量力而为，你有多少钱改多少东西，或者是你已经存到钱，我再来改，一步一步。对对对啊。其实有时候落地一口气全改完，好像也没那么有乐趣。他妈不缺钱啊！干突破王点。应该是落地改的人，他们就喜欢一整套一次上，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，他们不想要那个中间那个衔接期，就是丑丑的那个时段。有的还没交车就配，全部都先来，全部都买好了，对，车道就上，全上。对啊，啊，这样就不好玩了啊！啊，有的人就喜欢那种感觉嘛。对啊，就是我出来就是全部都是要捧聘，对啊，就舒服了，一次到定位。哎呀，没有不好，这样子多吗？其实不少。我认真觉得多的，对啊，蛮多的，蛮多的，一次到位这样。对啊，哦，尤其是，你觉得很喜欢你这种风格的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？不是每一台车都适合改车头的。对，像改车头这种东西，其实国外都有一些案例，或者是国外有这车。对。啊，你只是国内我们没有进，变成你要去移植。哦。四门的车。哦，改到5门的，嗯，那确实大了5门。就是看你对你的车子想花多少心思，你想要它单纯帅，然后想要轻松一点，那你当然就自操作全上，嗯，也是一个个性。那，啊，但是你如果今天想要打造自己与众不同的样子，那你真的只能慢慢来。嗯，有约慢去摸索。对，因为店家也没办法给你那种一整套的建议說，说啊，我今天就是要这样，因为我没有，因为它是独一无二啊。车主的经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啦，不管你是要改车头，还是你想要就是老车翻新，或者是你想要与众不同，或是你想要打洞。站在水面上跟你说老车很好整理的，底下都垫好几本，对啊，才浮得上水面，就给大家参考啦。OK， 好，那喜欢我们影片的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董的老王，浩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